大家说晚安，你说晚安，好梦，我们明天见 ，See you tomorrow。一脸懵逼，请问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看小耳朵长出来，是不是特别可爱？那宝宝睡着，睡吧睡吧，都困了是不是？晚安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好久没有这种台词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今天星期六，周六的话，我们两个一般都选择就是休息一下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去洗衣服什么的。早上的话，我妹开始做变相版的煎饼果子，然后。昨天前两天买了这个，早上就喝啊？那是什么时候喝？是 between meals， 啊，就是要吃过饭之后才喝吗？吃完饭，然后你就中间然后喝。就是吃完早饭、中饭，让你吃完这个，喝到这个，你就吃不进去早饭了。我怎么吃不进去？我能吃得进去。哦，那你就喝了。我要等一下 between meals 再喝，或者说睡觉之前吧。它不是帮助排便吗？我就没有什么感觉呀。我也没有什么感觉，昨天刚喝了第一次，没什么感觉。就是我们是早上中午的时候喝的吧，嗯，反正没啥感觉，我怎么没排出来，反正那等一下再喝吧，等一下喝的时候再给大家看。目前来说就是什么没什么感觉喝了，而且它那个味道就比较淡的那种橘子的味道，然后跟白水就不太搭吧，也可以配那个橙汁啊，是橙汁什么，嗯，我也觉得跟白水不是很搭，就是你可以用那个 sparkling water， 那也不，我感觉也不是很大，因为它这个口感是那种，对，它里面好像是有 fiber 什么，就是有那种杂质在里面，就是喝起来就真的是像就是 smoothie 一样，就是有东西在里面，嗯，能喝到东西的，对对对，不是是光是水状的那种，非主流发型，主流来，主流，主流同学你是背光，来我们换一个。换一个角度更好看哦，这角度还可以，挺好看的。每次都是我做早饭，好饿，好累。中饭我做。OK， 中饭你做，今天你做拌面，做面晚上我们一起做。馄饨。对。馄饨。馄饨。馄饨。咋样，宝贝？哎，那个呢？等一下。咋呀，另一个宝贝，那个宝贝呢？这是要儿的鞋，啊，这是晚上要做馄饨的肉馅儿，这个是他们两个有，这个是他们两个的吃的，给他们俩画一下。他们俩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，我原来以为已经凉凉了，知道吗？因为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可能就是要适应一下，他们两个一开始就闻闻闻，然后就感觉不怎么喜欢吃。但后来我真的是就每一次把碗舔的跟洗了一样，特别干净。对，他们俩很喜欢吃这个。对，给大家看一下纽约这两天特别特别好的天气，除了昨天下雨吧。今天不是很热，就感觉。对，挺凉快的，可以带他们两个出去溜达溜达。今天是80度，还好，不是很热。别拿起来呀。对，就放在那儿喝，省着洒了。哎呦，好喝吗？喝不上来，没了，没了，能喝上来吗？喝不上来，还要吗？你喝水吧，别喝那个了，好不？等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吃完饭你再喝。不搭理我，算了，走了，拜拜。两只狗，来呀，菲菲试试，来呀。是，那个也过来。刚刚下楼拿了一个叫的甜点外卖，这个是我妹喜欢吃的椰子冻，反正我不喜欢吃，就她和洋娃娃吃这个。然后这个叫的是一个芒果雪媚娘，因为本来想叫榴莲的了，但她说今天他们家没有榴莲，唉，伤心。还有一个焦糖布鲁雷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。法式布丁，它是就叫这个哈，超级喜欢吃这个。
这个姜怎么这么大，吓我一跳。在做饭的妹妹啊，这个是做馄饨用的，猪肉馅、玉米还有虾。你要在这里面放姜啊？ No， a little no， 真的不会有味道的， no， 不会的，我不放姜。你等着，我要吃出来了啊！你哎，大家听见没？吃出来，他说我打他，直播打人哈！你等一会儿，你们看一下啊！我说让你等一会儿再吃，你看你这人着什么急？好吃吗？先只吃到了奶油是吗？没吃到芒果。给大家雪媚娘特写一下吧。是吧？怎么了？它这个奶油奶味有点重。然后呢？不是香的那种吗？是香，但是，我觉得可能有点化了。啊。就没有那么绵，你懂吗？啊，我懂。来冻一会儿呗。那芒果，芒果还说什么了？芒果肯定好吃。刚刚 UPS 送包裹来了，然后你看这个包裹给我弄成这个样子，我还想说这个什么东西来着，我都忘了。然后是 Barido 他们家，我在他们家买了一个就是头发的香水。你们看这个包装啊，我在官网买的，连个盒都不给我。就只有这样，我真的是相当气愤了。而且这个挺贵的，这个税前$70，这个税前$70，还是75，就这么一点点啊。对啊，75毫升。哎，70，这个应该能喷个一个礼拜吧？没有，他说能，就哪有一个礼拜？然后送了一个小样，他连送的一个小样都有盒，这个居然连盒都没有。这个包装让我有点那么，刚才喷了一下，它这个是有。Jasmine 就是茉莉的味道特别重，我觉得还蛮好闻的。就 whatever， 不管它了。然后这个是在Revolve 上面买了两件衣服，他买了一件，我买了一件，拆一下看一下。这个是我妹的。什么牌子？这个是还挺有名的，在 Instagram 上面。个小裙子，对。然后它前面是啥呀？前面就是胸嘛，然后就中间露着，前面是这种，然后中间露一块小肚子这种，然后下面是那种就是 wrap 的那种系带裙子的那种。啊，这个 wrap 就是这个系带，就是一个装饰呗，像上面一样，就是有一个对 balance 这样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后面它也是有一个小设计。这样子小镂空的。然后他买的是最小号 extra extra 吗？我们两个在他们买东西基本上都是最小号。这个是我这个颜色有点不太好看，怎么感觉跟图片不是一样的呢？这颜色没有那么的 vibrant， 就是没有那么的显色，感觉显色度不是没有那么鲜艳，但是在镜头上面看起来颜色就是挺好的。我不能天天糊在 camera 里面吧。下面裙子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挺田园风的一个。对对对对，很适合度假的感觉。嗯，就是这样子。你觉得好看吗？你得穿上，不穿上我看不出来啊。你娃娃刚睡醒，在这包馄饨，看不见脸。这儿来，耶、yeah! ！让大家看看你怎么弄的呀。自己包自己吃，一小块儿，特别好，是不是？洋娃娃特别厉害，快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！你说哇，这是我包的耶！
是给他们新买的一个喝水的，然后是这种电的，然后这么出水的。谢谢谢谢，来喝水，来喝水喝水，谢谢，喝口水，谢谢，喝一口，试试试试，喝口水，试试，好像不想喝水，喝口水试试，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试试，过来一下，过来过来一下，喝口水，喝一口，喝口水，真给面，嗯，好开心呢，跟鸡腿也喝完了，这个还挺好的，感觉还挺好用的，然后很大一个，可以一直喝好久，里面全都是水，哇。我们两个刚给大家录了两个视频，耶！夸我们录了两个视频呢，累死我了！没开空调，没开窗，没开门，可热可热的了，热死了！还没怎么吃饭呢，我早上吃了根香蕉。啊，现在时间还不是特别特别的晚，等一会儿中午咱俩煮个面吃吧。对，煮个泡面，然后收拾收拾屋子。嗯，看两集扶摇。我昨天扶摇都没看，他背着我看扶摇什么，关键昨天我哄杨娃睡觉哄时间太久了，七点多他说他要睡觉的，十一点多才睡着的，所以说他没等着我看扶摇，我就没有办法，我在这哄他睡觉能干嘛呀，看会电视吧，太渴了，哎呀有点累了，我们两个就去吃饭，煮个泡面吃。嗯，好久没吃辛拉面，上次煮了一次，然后经验到了是吧？太久没吃了，然后今天再吃一个，再吃一点，然后就没啥了，嗯，是吧？然后就收拾屋了，然后就得卸妆了，卸妆之前拍两个照片先，嗯，不然就没有自拍，每次都是录视频，然后录完之后拍两个自拍当存货，不然的话就完全没有，因为不化妆。嗯，那我们等一下再见了，拜拜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两个半小时。嗯，对，这样吧，因为刚才那个灯太亮了。这个是哇，对了，两个半小时，你觉得非常非常的香。杨娃娃已经吃完了，因为他不吃肉嘛，给他吃的是土豆、胡萝卜还有西芹，他都吃完了，还有米饭。他吃了一小碗米饭，很给面子。我今天问他，我说妈妈还有外面买妈妈做的，还有外面买的哪个好吃？他说都好吃。终于认可我了，这个算是我拿手菜吧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来吃饭，这个是泡菜意面，我之前吃过，觉得蛮好吃的。要去干嘛呀？我们要去生日派对。谁的生日派对呀？阿姨的。哪个阿姨的？那个不是 Jenny 阿姨吗？ Jenny 阿姨。
小川下去。真的？你骗你干什么？就是二三。Listen long, long enough, if you can love me. I'll be just yours, you can hold me. Even let you undress my mind.欢迎收看。香奈瓶的粉底，因为很多人都说那个粉底，就是说不好用嘛，然后我就想说试一下到底好不好用。我就有一个 sample， 我先试了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能看清吗？还挺不错的，就是说妆效什么的挺自然的，然后没有，就是因为我有看那个艾玛的视频，她有做测评，她就写好丑，她就说就是很难上嘛，然后就是用 beauty blender 跟刷子都像在刷墙一样，特别特别就是说融不进她的肌肤。我也在网上就是说看了很多测评，然后就觉得哎，就是两极分化特别大，一种就是特别喜欢这个粉底液，觉得特别特别好用，然后另一种就觉得就是说特别难用。我个人感觉下来，可能是干皮都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粉底，然后油皮可能就大部分还都觉得这个粉底挺不错的。我个人是火油皮，然后夏天会有一点油，我觉得这个粉底暂时对我来讲上妆可能有一个小时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没有像就是说有些人说的那么难用，然后妆效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，它不会特别的雾面，但是说也不会特别的有光泽感，刚上去是偏雾面感一点的，所以说油皮和混油皮的小伙伴，我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还是挺建议你就是说买来试一下，因为毕竟就还挺便宜的。怎么 vlog 变成那个测评了，然后我过一下下就是说会给大家就是说 update 一下，今天外面天气还挺热的，差不多90度这样子，也可以跟大家测一下，那等一下再见吧。然后我现在在车上听音乐，这个是谁的歌啊？防弹少年团，我觉得大家好像很多都挺喜欢防弹少年团的，就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他们的 Don't Leave Me 吗？就是这个。哎，看不清 ，Focus， 看不清，就是他们的好像是一个日语的歌，我觉得还挺好听的，推荐给大家听一下。然后最近有听那个。然后那个谁的也特别好听，有一个歌，是 Blackpink 的 Really， 特别特别喜欢。我觉得他们新出的那个专辑都挺好听的，是单曲吗还是专辑？反正我觉得都还挺好听的。那等一下见。一下我的那个粉底，现在是4:30，距离我上次化妆应该已经有5.5个小时了，这是测评啊。
就是给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粉底嘛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是出油还是很明显的，因为今天真的很热啊，早上的时候对吧？早上的时候挺热的，然后刚才又下雨了，我的脸有被浇到一点，但是完全没有影响到它整个妆容，而且我觉得，5个小时现在这样，我觉得还挺满意的，跟我就是其他的粉底比起来的话，还算是表现挺好的，你觉得呢？是不是还可以？对，所以说夸张的就是不好啊什么的。对，而且他们就是有的人不喜欢这个粉底，就真的很不喜欢嘛，就说这个粉底就是特别特别不好，然后就是说，很难上啊。我油少，我今天没用高光哎，我都忘了。我这出油还好吧？我这个对，因为我本来就比你油嘛，我皮肤本身就比他油嘛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挺好的，我还蛮喜欢这个粉底液的。现在来看的话。吃饭，还是来吃这个旋转寿司。我看见你了哟，我看见洋娃娃了哦，洋娃娃，哎，我看见你了哟，怎么像恐怖片一样？今天是洗衣服的日子，哎呦，你在这里啊，都看到你了，小屁。快过来吃啊！大家看桌子乱的，这是他的面包，这个是我妹做的炸牛排，过来呀！这我妹做的炸牛排，无敌巨好吃，真的是无敌好吃，都可以拿出去卖了。因为腌了一晚上嘛，牛肉比较入味，然后这个牛肉也是比较好的，特别嫩。六婆辣椒面。无敌，来，我喂你，你坐着，坐好了。对。怎么了？吃啊，吃，你好好吃行不行？好吃吗？能不能理我一下 ？Hello。嚼呀，吃一个大口的给大家看一下，快呀，哎呦，大家好，现在是下午6点多，我和我妹还有洋娃娃等一下要去参加我朋友的儿子的百日宴，但是洋娃娃现在刚睡醒，他有点闹，我妹在很努力的说服他，就是让他起床然后跟我们走，他是7点钟开始吃饭，不过现在应该就是他是6点钟开始吧，6点钟可能就是陆续的有宾客到啊什么的，然后7点开始正式吃饭，因为那个吃饭的地方离我们家还挺近的，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太着急，过一会儿再走也可以，不过洋娃娃现在不知道他行不行，起不起得来，那我们等一下再见，拜拜。